今天康明老师要来教我们大家一些小撇步。对啊，小撇步，来，请问一下康明老师，我们关卡中敌人太强，无法打倒怎么办呢？啊，其实呢，就是看那个敌人不是哦，对，看那个敌人是什么属性，然后呢，就来找可以对付他的角色，那怎么换呢？怎么换呢？有两个方法，就是呢。正规的方法呢，先教大家。那下面有一些选项呢，然后有一个怪物点进去，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选项，然后选择第一个编程。编程是的，编程。那首先要讲呢，你的编程里面的第一对的第一个可选择好友的这个，就是你的好朋友看到你的样子。好，这是题外话。然后你呢，你只要，我只有一组而已。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把其他的伙伴换掉好了。例如说，为什么你想要就是用别的角色来打，然后你就点一下。为什么要把它换掉？点进去，然后你就选别的角色，例如说，想要有也是飞行的，好了，就选蝴蝶女王。然后呢，你要看到这个两个就交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决定。你看，就换成蝴蝶女王了。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那正好荧光月光也是这个飞行的角色，所以呢，你的队伍就组好啦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直接在主选单这里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不是有三个选项吗？好像在旋转木马转圈圈，你就用力点进去，就可以直接换了。这也是的，哇，好方便哦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的小撇步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康妮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康妮好可怕哦。